现在个个都叫人去大湾区，唔通个个都想去大湾区咩？不过咁，就算真系要去，你都一样可以听薯片 Show Music， 唔会错过我为你拣嘅好歌嘛。薯片 Show Music， 曾俊华。我一直都是在宗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，我觉得信仰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件事，所以是比较少公开谈论宗教。但是当我每一次听到有些政界的朋友讲到上帝叫他做乜做乜，或者听到神叫他们这样那样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疑惑，是真不真的？我父母是天主教徒，我自细就已经是洗了礼，细细个就开始去教堂。在未移民去美国之前，一家住在西洋菜街，时常都会去不同的教堂望弥撒。后来我爸爸还叫我去最近屋企的圣方济各堂去做辅祭。移民纽约之后，我们住在 Manhattan 的下东城区那个 St. Mark's Place， 而我的曾祖父呢亦都曾经在唐人街的 Mott Street 乜街的街头经营餐馆。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去乜街嘅 Transfiguration Church 显圣容教堂嚟望弥撒。我仲参加咗教堂组织嘅青年小组，叫做公华会。每个月咧都会出版一本中英文嘅小刊物，亦都不时去做义务嘅工作。谂起呢啲经历，就想起 Elvis Presley 唱嘅《Crying in the Chapel》呢首福音歌曲，系由 Artie Glenn 写俾佢个仔 Daryl 嘅。话即使身处在一家普通的小教堂里面，只要面对上帝，都能够得到心灵上的慰藉。Elvis 深受母亲信仰的影响，成为基督教徒，从小就在诗班里面唱诗，音乐天分因此被启发。60年代的后期， Elvis 更加开始投入演唱福音歌曲添。薯片叔叔教英文，今晚同大家介绍一个生字嘅用法，呢、这个字系 head，H-E-A-D， 表面嘅意思咧就系头，即系每个人嘅智慧中心。head 可以解读为每个人嘅智能同埋头脑。She has a good head for math， 佢有读数学嘅头脑。She keeps a cool head during emergencies， 有时我哋会散心，唔识得集中或者控制个人嘅情绪，咁就需要 get your head together。If he would get his head together, maybe he would get to work on time. 如果他可以集中一点，他就可以准时上班了。Head 亦都是顶的部分，领导的地位。Head of government, head of a procession, 即是游行的头段。Head of a page, 一页的上部。Head of a needle, 个针头或者针洞。Head 亦都是一个数字的计算。10 heads of cattle, 10头牛。或者 dinner is $20 per head， 晚餐每人20蚊。有时我哋可以用作为集结点、终点。We have been discussing this matter for some time. Let's bring it to a head。我哋倾咗好耐啦，我哋可以作个了结。成日吸食毒品嘅人咧，都可以叫佢做一个乜乜 head。例如 pot head 就系专食大麻嘅 ，acid head 就系专食迷幻药嘅 ，coke head 就系专食可卡因嘅。这个曲就不是可乐了。厕所亦都可以叫做 head。啤酒的封顶亦都叫做 head of a beer。头条就是 headline。一个银仔亦都可以分作 head 和 tail。多数有人头那边就叫做 head。很多时博彩好像估哪队波会赢呢，都是靠银仔的。head 就是 A 队， tail 就是 B 队了。